好久没见我了，对不对？等这个咱们这个八点现在是20:47，等这个8:55的时候，再给大家讲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就最近没有直播，然后为什么没直播的这些事情，好不好？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啊。对，因为现在人还没来齐，等人来齐了以后，因为一直重复的讲，还不如就一次性把它讲完了。对，所以的话，趁这个还没讲的时间段呢，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把免费的赞再点一下，没关注的这个地方点关注，谢谢大家，谢谢。阿佳怎么没来，对不对？刚刚是把那个阿佳送到他家里面了，然后我现在呢准备，就是因为要去我睡觉的地方，但是睡觉的地方你说开个直播在那里也是挺吵的，对，挺吵的，所以我还是选择就在车里面吧，车里面哎跟大家聊聊天，聊完以后我就回自己的房间睡觉，是这样的，对啊。来，还没点关注的继续的点关注，还没有分享直播的把直播间分享一下，谢谢大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啊。在车里面直播，这什么都没有啊，这想给大家唱唱歌也唱不明白了，这对吧？阿佳的话，我把他那个送回去了，送到他家里面。然后大片亮，哎，你们知道大片亮去哪儿了吧？你们有没有看我那个作品？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有没有看我今天发的那个视频？啊，我害怕就是在路途上面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把它记录了下来，我就拿那个视频，就是说以这个视频来这个做证据啊。我是正儿八经的把这个大片亮送到他们家门口，就没踏进他们家门了。看到了，是吧？对不对？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们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残忍了？是不是一点情面也没有了，一点这个感情也没有？好像搞得我就像一个冷血动物一样。会不会是这样的？会不会我？因为你看说，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咱说实话的话，确实。这样做可以，对不对？哎呀，我总感觉就是好像很冷血一样，就是没人情味儿。这毕竟人家啊，因为我前两天我就回来了，知道吧？他前两天他都没来上班啊，他就一直就躲在他的房间里面玩手机啊，在房间里面玩手机啊，一直就刷一些就是帅哥，就是哎呀，就是哎呦他。我跟你们讲啊，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这大漂亮啊，你说她长这个样，但是人的话就不能就是以这个外貌，就是不能看这个外在的美，但是你这个大漂亮外在也不美，内在也不美，哎，对不对？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她还天天在那个网上私信那些有钱的啊那些大帅哥呀，那些就是长得就是很壮的那些大帅哥，你说她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啊？我赶了他两天，我说哎，你不用在这个地方待着了，因为确确实实这工地也要验收了，对不对？你就找个自己就是能长期的一个上班的地方去上班。他赖着不走以后，那我怎么搞呢？我只能骗他说，我说要走，我带你去三亚旅游，把他开心的来把他开心的来，我的天，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办法，你说把他就是硬生生把他就是拉出去，那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男孩，作为一个就是有血性的男人，你说你伸手去拉一个姑娘，那是不对的。所以我只能就我绞尽脑汁，我想啊想啊想，我想着这怎么样才能让大片呢，就是主动把他的这些衣服啊，把他的自己所有东西都收拾好，然后乖乖的自己走出来呢。后面我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他不是挺喜欢玩的吗？对不对？那行，我就骗他说，来走走走，我带你出去玩，是吧？啊，就趁他在这个后排这个睡觉的时间啊，带着那个脖子上睡得挺香的，那眼睛一睁开，直接给他送到他们家门口了。啊，但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这个
对的还是错的，对，我直播间的哥，我得听一下直播间的哥姐姐们来讲一下才行，对的，对不对？对的就好，对的就好。我还挺害怕，你说我把它就是扔到山上了。但是我阿古的话，我不是把它扔到山上的，我是把它送到他们家门口的。我也想着就是把它扔到这个山上，或者是扔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那他在那个地方出事了，那他又赖着我又怎么搞了，对不对？所以只能就是把它送到他们家门口啊，只能送到他们家门口，对不对？那一个人把他送到他们家门口了，那这不就对了吗？对不对啊？我都不收他车费呢，是吧？你说他走了，他还要去那个搭个车，坐个车回去，他还要车费呢，我都还不要他车费，是吧？啊，也许就是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应该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目的，现在这个情况啊。对，刚进来的哥哥姐姐呢，首先先不要急，在上方这个地方点一个那个关注，然后有很多粉丝就是问我说，为什么阿古我这个直播我评论的时候为什么前面他没有这个隔空团这三个字呢？那是还没有加入这个黄色的这个粉丝团，加入粉丝团以后呢，好像要一分钱还是一角钱，对，一角钱就可以加入这个粉丝团，你们评论我就能一目了然的看得到了。对，有些甚至等级高的，有些是你看有三级的，有两级的，有四级的，一达到这个等级以后，他这个评论不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他评论就直接从这个地方划过了，我就一目了然，都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大家评论了，是这样的。对，免费的站在点一下，免费的站在点一下啊，还差两分钟我就讲一下最近我发生的这些事情好不好？直播间的所有哥姐姐们啊，还差两分钟，我把这个事情这个来龙去脉给大家讲一下好吧。然后最近有这个差不多三个星期没有直播是什么原因呢？对，还有一分钟，对，最后这一分钟的话，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咱们一直长按着这下方这个点赞，就一直按着，就不用一直点，就一直按着它这个点赞能不能点到十万？对，点到十万咱们就开始。因为最近的话就是特别特别感谢的是谁呢？感谢的是直播间的这帮哥哥姐姐们，就是站在我的背后，虽然没有就是站到我面前，就现实当中没有就是为我出一口气，但是没有你们在我背后支撑着。那个老迷他一定不会把这些钱给我，现在呢就是老迷给了我了，对，给了我700多个，然后现在就是对于我的损失啊，损失的话在他身上的话还有这个240多个左右呢，他给了我一部分，后面他说呢不能再让他的这个事件在网上一直发酵了，因为我单枪匹马，我一个人就阿佳，我们两个就去他公司里面去闹，根本就不起作用。那时候我只能就开个直播，我想曝光他，对，最后还是达到了这个曝光的这个效果。我把这直播一开，那人也挺多啊，然后他就害怕了以后呢，就是给我也签了一个他的协议，说是不能再让他的这个事情回去，再让他这个事情继续在网络这个发酵。啊，让我就是停止直播，让我回去停止直播三天，哦，三个星期，有三个星期了，对，有了，然后今天我就选择开播了嘛，啊，对，然后现在的钱的话也是要到了，其他那些损失的话，我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了，但是签了协议的他是要给的。啊，只是一个时间段，要一个时间过程。我身上的贷款，这些所有的债务呢，全部都是已经去银行里面把这些贷的这些全部都移到他身上去了。以后那些钱都是他自己赔了，他自己利息他赔，他本金他也赔啊。但是我想问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还有这个损失，就是对我的这个损失啊，精神损失，这因为我请了一个律师算了一下，这损失的话基本大概在这个240多个左右，咱这个东西还要不要呢？应该要啊，是吧？不要，要好一些应该，对不对？
米娜怎么样了？米娜没问题，米娜要对不对？那必须要，必须要，嗯，必须要回来。一白给他，还不如要回来就做点做点，就是公益，做点慈善了，对不对？咱不要的话，是吧？啊，白给他还不如就拿回来，拿回来就是实在自己用不完，那还可以就是捐给就是需要的人呢，就比如说各个养老院里面的这些就是老爷爷呀、老奶奶呀，还有就是腿脚不方便的这些就是残疾的这些就是不方便的这些，对不对？是吧？那给他还不如就是给，不要给他还不如我拿回来就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了，是吧？对，那要必须要，必须要，嗯。然后最主要的一点的话，阿古最感谢的是直播间这帮哥哥姐姐们，真的不是你们在后面就是这么就是支持我，然后这样盯着的话，那老咪啊偷奸那老福利真的是我一个人搞不赢他啊、嗯，还得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真的感谢啊！有机会来大凉山，有机会来我的老家啊！我宰牛宰羊的来这个感谢大家，好不好？可以吗？啊，有机会你们就来大凉山。啊，给大家安排上，啊，宰个七八头牛，人来的多，宰个十几二十头牛，那挺好玩的，是不是？欢聚一堂，围着火塘一起跳舞，哇，那太好了！谢谢大家，谢谢，真的，最主要的就是还得是直播间的这帮哥哥姐姐，还有阿佳，啊，对，还有阿佳，人家阿佳，对，人家阿佳，啊。感谢你姐姐，对不对？姐姐，我们两个的话，我给大家讲啊，姐姐，我们两个的话，确确实实感情也挺深。我们两个的话，就是结拜，在以前，这是在那个19年、20年，啊不，就是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就是那个咱中国就是戴口罩，就天天戴口罩的时候，他那遇到了那个金融危机，他做一些事情，然后他那个全部都停了，就是不能上班，停了，然后要给员工们继续发的工资。那时候我给他拿了个300多个给他拿过去了，就二话不说。所以我姐的话，我们俩的话就是谈不上就是很，因为我们俩太熟了，对，太熟了，像我亲姐姐一样。所以我姐姐的话就是像自家人，像比如说你看人家阿佳嘛，他不图什么，他什么都不图。他还就是跟着我一起出去，然后他卡里面有个13万还是多少来着，那天他拿了个卡给我。哎，他卡里面他自己有存着有这个13万13个左右，他说那把这13个拿，对，13万，对，那后面我没拿啊，我正想着那个工程款还有那些下来以后，我直接给阿佳转个多少合适呢？转个五十个可不可以？直播间的哥姐们，就给他50个，少了还是多了，还是50克？我觉得少了，要不然我直接给他送一套房吧。送一套房怎么样？直接给他送一套房吧。对，直接给他送一套房，一套，因为我的话，我的话就是房子的话就住不完了。我的话，但是人家阿佳的话，哎呀，怎么说呢？之前离婚的时候他也没要什么，他也没要房，没要车，就这么悄悄的就走了。啊，对。悄悄的就这么走了，那我就送他一套房子，就咱们市里面最市里面可以，我就给他送一套房，我就给他送那个，我那个多久卖的？前年23年，没有二三年买的那个。就给他送给他，因为挺好的，确实，啊，复婚，哎，这个复婚呐，复婚就房子都是一起的了，
哎呀，确实这个，对呀，这个哎呀，这哎呀，要真的就是复婚的话，就是也不分你我了，是不是啊？对不对？直播间哥姐了。啊，这复婚了的话，确实，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也不用就是送这送那了啊。哎呀，这个看吧，这个看吧，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直播间刚进来的也有，他们是不知道我的现在这个情况，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我跟阿佳的这个情况，好不好？直播间的哥姐们，因为有很多人都是一进来，哎，这怎么了？这在干嘛呢？这坐在车里面啊聊天，还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哥哥姐姐支持他，这是个干什么的？我给直播间的哥姐们说一下，从头捋一下。没点关注的这个地方点一下关注，好不好？然后我在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大家就是可以就是把免费的赞再点一下啊，是这样的，就这个阿佳嘛。我们两个呢是结了婚两年，以前结婚的时候都轰动了。这个地方加入一下粉丝团啊，对，加入一下粉丝团，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以前结婚的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真的轰轰烈烈，太轰轰烈烈了。那时候真的，那时候就是我给大家讲啊，那时候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当地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属于是一个省里面的，对。一个市里面的可以这么讲，一个市里面的呢，就是结婚的时候就太火了。结婚的时候，我那个结婚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从一楼坐到二楼，二楼坐满，啊，一楼二楼坐满，请了差不多有两百多桌，将近备用了一些，请了260多桌，备用了20桌，对，全满了，哇。那不用送礼物啊，不用送礼物，直播间看看就行啊。对，不用送礼物。这谁送的？这不是大漂亮送的吗？这不？你送我礼物干嘛？我讲一下啊，然后那时候轰动，然后就我们俩结婚了嘛。结婚了以后，因为我的话就属于是家里面的小儿子。啊，我是小儿子嘛，我上面有个哥哥，然后，还有一个妹妹，对，我哥哥家是四个孩子了，三大金刚，一朵金花，我妹妹家是一个金刚，就我的话就没有嘛，我的话没有，然后我结婚了两年以后呢，我和阿佳在一起两年以后，那时候阿佳我们俩就一起就是去奋斗啊，一起就是努力的做自己的产品。那时候我们做的有一款产品叫做那个叫做早点见面，因为阿佳我们俩是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异地恋，哎，对对对，异地恋嘛，对，就很远，相隔1000多公里呢。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非常喜欢，非常期待的，就是早点见面嘛，就是早点跟阿佳见面，是这样的。然后后面我们俩最初开始做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俩就做了一个产品，叫做早点见面，那对，一个面膜。做了那个面膜以后呢，后面慢慢做的也是非常的风生水起啊。就比如说实体店呢也做的挺好，就线下的这些代理啊也是特别给力，特别卖力。后面呢，这过了这两年以后呢，因为阿佳这个姑娘的话她太好了，她看着就是她一直怀不上孩子嘛，对，然后哎呀，我们去医院里面也查了，对，去市医院，然后去省里的医院也查了。去医院查了以后呢，就是医生嘛，就是我不知道医生给他说了什么话，医生就是单独叫他进去听了话，然后医生说问我老婆，对，你那时候还没离婚，然后就说他就说问你阿佳吧，啊，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没什么事儿，怎么之类的那种。回来以后他就觉得就是一直就是耽误着我，因为我的话真的平常我特别喜欢小孩的，对，我真的很喜欢小孩，我现在连我自己以后的孩子的名字我都取好了，但是阿佳就看着我，就是他害怕，就他耽误我嘛，啊，他耽误我这个我的这个人生啊之类的那种啊，还有就是我爸我妈的话也一直催着我要小孩啊那种，哎呀，
然后阿加的话就是他就强制性嘛，他就强制的就是要说就是跟我分开啊。我说我不行，不能这样，咱生不了孩儿啊，咱也不说生不了孩儿嘛，对，咱都还没试过呢，对不对？咱还没有试，你看现在。